哦，偷摕人的物件偷摕袂成，即摆还想要伤害我？你是安那？拍什么对？做单纯的偷摕物件，要怎杀人？你看的哪有你这人工的贼啊？本来两村我是陈昌盛的后生，已经有够害了。现在竟然知影我连陈明玉也不是，别人的人生是条直直的路，啊，不过我的却是弯弯翘翘的，我哪会这么悲哀？现在也只有金玉，会当让我的心来挖苦我。门内无关啊，金玉，你敢伫诶？门内无关啊！吴先生，吴先生救命啊！叫歹人啦，我伫诶，进来进来救我！是被白汉良处理掉啊！那真不是像你想安尼，你先给我冷静，好好听我讲。你现在要伤害信玉，伊是你的小姐，是你声声句句讲要保护的人。你竟然对伊下手，原来你对伊的死掉，这是表面功夫啊！你莫这么激动，人家是无可能留你这只家族人搞的，我即马就将你抓起来，让阮丈人丈母知影你真面目。我敢有这低落，会让你抓到？那不然试看卖啊！吴信先。你别误解啊！你对吴静玉来，嘛只是表面功夫，敢有需要为着伊用命甲我赔？你是何必讲啥？我哪有咧又袂讲？我手头有你甲廖蒙之后来暗器的证据，而且廖蒙之伊嘛亲自甲我承认，伊甲你已经亲密煮食饭啊，你阁想要变心？那个我别讲啊！你即摆相信啊？你若是无要留我路，我行，我就带你做伙死。你竟然搞偷窃！你还冷静的？我主要要对付的人不是你，刚有需要遇到一个吴静玉，不干那两败俱伤。你若愿意听我大大解释，我的卡，咱会当创造生命。静玉，静玉，你紧出来，我家风龙在家。不可再忍耐，不可再忍耐！我惊上一切，你要无惊，哥哥，你去无？姐，我来接，我来接。吴静玉看会着，是当时的代志。我唔知呀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白汉良计在查了赵启白啊，想要对我下手。结果后来拄好拄到吴信贤目走来，我听到伊人拍起来，
后来嘛无声咧，我嘛唔知影到底外口有啥物情形，要讲我嘛唔敢开门出来看。啊，恁敢有拄着因啊？无啊。哎，不要紧啦，咱先入去再讲。啊，稍等下，我手机号恁阿弟客厅，我去捡起来。好，对啊，对啊。看起来连吴信贤拢去吴静玉骗去啊，安尼我就安心吗？静玉把秋喜什么时阵回回来？你哪会拢无甲我讲啊？我看罗家峰甲陈文瑶，因拢无感觉意外。应该是因甲伊上阵来搬家的时阵，伊就开始咧假啊。伊是连你这未婚夫两骗，我就唔知影伊是啥物用意。你根本就无耍骗我，敢讲你早就无信任我？你这人敢当得人信任的？你啥意思？啥意思啊？就讲伊若是无假青梅，别哪会当发现？你想跟他打枪？我无，我是好。好啦，你甲廖蒙之迄细节我无想要听，而且迄种限制级的画面我也歹势一直看啦。为着你甲廖蒙之伊相处安尼熟来熟去暧昧的行为，我刚刚伫边仔用手机啊，拢录到遮清楚啊。搁较卖讲，迄个时阵吴静玉就坐伫恁的面头前，我相信伊一定看了比我搁较清楚。我的卡廖蒙之也保留的楼梯嘛是吴静玉雕刻的设计，搬家的李小姐那是苏豪杰这样的白白廖蒙之，我那是还是绝对不敢玩的。那你我唔得去了了啊！静玉明明就已经知影我反背伊，煞搁咧欺骗伊，照伊的个性。应该当面话歹看，啊，不过伊煞结甜甜。敢讲伊早就对我死心了，伊是安怎要安尼做？吴信贤，啊，你有要紧无啊？敢有倒位受伤无？你敢知影？我拄食米底下羹的时阵哦，真正感觉足恐怖的。我了准讲，我今仔日真正死定安尼。啊，不过我较早有逐个来救我，是讲你敢知影？啊，迄个歹人到底是啥物人啊？我看伊真足奇怪的，而且伊的声音哦，嘛是变做过的，敢若坚持要伤害我呢？是嘞，我无了着伊，会走去啊。不管伊是啥物理由闯空门。我以后拢无可能阁予你一个人踮咧厝诶，若无我真正袂放心。好佳哉，恁大家拢来救我，啊若无明仔载小会办的女主角就是我呢。哦，你免惊，有老公伫。静玉，你是安怎啊？你是拍电话假是吧？那无你哪会甲我杀开？我是你的红衫，不是别人。吴新贤，你莫有境遇，真系多压力好无？境遇这么看无呢？拄则阁有派人攻击，即摆任何人看到伊，伊拢会惊，这真正常。这简单的道理，拢唔捌咯。你若包容甲体谅，对怎个心思拢唔知影，那呢，你就唔是适合的人。我甲阮某在讲话，甲你有啥物期待？我再讲啊，拄着危险人，唔是轻易起来人。我嘛是，我拄下只是安慰伊。恁煞甲我讲到安尼是安怎哈？
尤其是你啊，你辛辛苦苦讲要成全靖宇，结果呢，你还是无甲伊放下。我可肯定啊，你甲阮丈人不甲这两杯，你两个人就莫阁笑笑，会当甲万高另外牵连啊！我从来拢唔捌想过要甲万高另外牵连，颠倒是你啊！安怎？我甲你的心事都讲出来。好啊啦，好啊，吴先生，恁两个哦，莫跟安尼冤家啦，啊，若无真正变石磨心嘞。啊，既然你要来啊，无则麻烦你送我回去好无？哦，我车就停伫外口，咱先上车，再跟你妈联络。嗯，哥，刘家凤，无我也先来等啊。金玉，别较顺利，我去联络。嗯，吴金玉，既然你对我虚情假意，我嘛唔能够对你真心真意啊！行，免惊，免惊吼。我已经叫汉良去找保全公司，叫予咱一个交代。竟然予迄贼仔亲门大户送来咱厝的，还佫有迄个值班的保全哦，我嘛叫伊负责到底。来，金玉，来这里哦。等一下。好佳哉啦！只个有新鲜对付歹人，啊那无你后果真正是不堪设想啊！莫阁讲啊，我到即马阁咧后悔无抓到迄个啦。总讲一句啦，人平安就好啦。哎呦，看你这个面色，行到拢清顺顺的，真正爱带你去庙会收件才会用的。神明啊！我就跟你讲过，莫留情有一个人在厝，你都唔相信。这届好佳哉，陈文瑶跟卢家峰都来看情有。啊，若无，就算你带伊去庙里收件，我看伊身份证票，敢收会回来？不哩，保全那边我拢交代好势啊。这阵嘛，你会加强巡逻，尤其是针对咱万家这边，绝对袂予歹人阁有机会接近啊。竟然有法度安尼面袂红气袂喘，哼！这才化了菜的人就是你。金玉真正是伫假找骂，伊心内一定是伫等待跳破白汉良精明无好时机，连我嘛是伊决心要反杀的对象。若无，伊袂除了欺骗我以外，阁才会明显到保持距离。看起来，我已经唔免阁对伊有任何的感情啊！我爱听白汉良的建议，先自保，才有活路通行。咱三个人就是同心同命的好拍档，敢若会当向前冲，袂当回头。当然啊，叫咱合作愉快。都会达成目的。你先逃，黑不杀，迈过去吧。